2021年10月5日，柳宗元的江雪，上五至二，万径人踪灭。这里面大概是踪这个字啊，没有现在这个踪，那其他呢都还是有迹可循啊，所以我们大概等一下会在踪那个字特别介绍。人应该是复习，对不对？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当然我还是蛮喜欢这样子，就是重复在写，你们也熟我也熟，尤其是经文，经文有西周的啊，横向的一组，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还有春秋晚期的这个字形，这字形我也把它运用到这个晋的这个地方啊，运用到晋的这个地方。那接着是右边的小篆，这些都算对各位复习来讲，也可以慢慢的把它运用娴熟，至少西周你记一个很特别的，然后春秋早期记一个，春秋中期记一个，晚期记一个，对你们在运用这个人这个字呢，应该会越来越有意思啊。好，我们从万开始。我今天出门前问一下师母说，我有叫过万吗？他说好，印象中好像没有，没有，啊，那我们特别讲，这个万呢是属于我们现在会把上面的表字改为象，因为我阅读了，许敬雄老师他提供对六书的替换，他说六书毕竟是属于，在商周以前是在讲这个文人读书的六大项目。六书其实并不是造字的这个原理，是古文派的人呢故意把它刻意的把它加进去，然后形成他们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说他要强加之上让它形成一个逻辑，但他们当时是没有甲骨文，没有很多的经文来作为借鉴的指标，所以怎么随便他们说都可以，但是自从有了甲骨文之后，发现很多不是他们所讲的那样子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标准不对，那我们就开始从这样标准不对里面慢慢的感受到应该是用两大类就可以，象意字就象形去组成会意字，然后这些象形字呢当作声音，所以它带这个象意跟象声两种类型就可以，也就是说六书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谈它的造字，大概以声音80%为声音为主，20%呢以象形或者是象意字为主，大概就够用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种类型是第人踪灭的踪啊，是象意兼声，大概是这样。然后也就是说各位如果在将来我们会描述上面的创字的用法的时候啊，丁你可能转个向就可以了，转个向啊。好，万字呢其实是由读蝎子这个造型而来，有两个钳子，有菱形的身体啊，然后有尾钩，这个尾钩是毒的，有毒的啊，所以各位看到甲骨文有这样写啊，就是代表它的钳子，然后中间有些是交叉，有些是有好几个孔配个直，有些呢连同蝎子的这个足都用进来，有没有？这个字甲骨文这个字还蛮有意思的，脚都描述出来啊。然后呢，还有中间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几种甲骨文呢，我都觉得很特别。然后经文的两类呢，特别强化了它的尾钩，再往回勾回来，好像我们这个心旷神怡的怡的右上角，就是以前台湾的台右上角那个的写法，这个写法，你笔收那么快干嘛？以读蝎子来讲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怡，就是这个字，上面那个部分大概长这样，还有以前的怡，这左边的部分也是长这样，啊，所以它的尾钩有点类似。有点类似，也就是说它也有从这边过来的，这样，也就是说很多造型啊，它在运用的时候啊，都会有形似跟混淆的
这种可能性啊，这目前我们所以观察到的地方。好，这提出老师的这种分析啊，从所学过的一些字里面，慢慢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混用。好，然后到经文之后，那钳子啊，因为钳子毕竟不是人类的手，人类的手工作中的手是用这个五根把它转化为三根啊，工作中的手，各位知道，从食指到大拇指，中间有中指、无名指、小指，然后一直到我们的手臂，一直到上手臂跟我们的大手臂啊，这两种，所以可以感觉到经文的这个呢已经开始有点拟人化。变成三根手指头，有时候也可以变成这样的形，这样的形也是一种工作中的手，大拇指，然后食指、中指、拇指、小指呢并在一起，这样也 OK 啊。但它都是在拟人化当中的这个表现。到小篆以后就确定把它变成三根，来跟人类的手啊作为一种这种相比拟，然后中间确定改为打叉啊，然后我们后来在经文的时候还碰到有些形啊，是它会加上这个，比方说这样，哦，那中间这里有时候会降下来，然后增加这个。据他们这些啊专家描述，极可能是人类的手抓尾钩的这个七寸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要抓毒蝎子要抓距离尾钩过来一点点七寸的地方，那就使这个毒蝎子呢不容易刺到尾钩，不容易刺到你的手，但它也容易被规则来了，被容易被制服，这样。所以这个是人类的手，就是可以用手去抓到的一种蝎子，这样啊，这是一个形。然后后来到甲骨文，他们也有发展到中间呢，开始发明，因为变成借来当做数词嘛，万嘛，啊，然后他就有一些数词的概念，比方说这样就是三万，啊，这确有其字，它是一个合文，就是指三万，数量是三万，啊，这个我们有看过。那如果你可以想象嘛，那五万呢？五万呢，当然可以这样写。这样应该是可行的，就是五万，就是类似像一个沙漏一样的，像沙漏一样的一个形，这样。五的最早是这样子的，打叉，啊，然后四的话呢是这样子，六的话呢是这样子，最早，那后来都各自进行了演化，这个四呢变成了我们可以感知到的这样子。就是嘴巴横裂的丝啊，这个呢上下各加两个横画，六呢在左右加个墙壁啊，这样就是后来慢慢的演化，也就是说各位所看到的五啊，就是大概商朝之后，啊，比较常见到的五万 OK 啊，这是我增加的。到隶书之后，它上面慢慢变成了现在的草字头啊，所以你可以理解说草字头其实不是草字头，是毒蝎子的钳子，这样可以理解啊，这万。然后草书呢，这个字是从竹简，也就是竹简也有所谓的草简，它是把隶书更简化，甚至于有一些曲动的笔，曲笔简化叫曲笔，形成后来的草书的源头叫章草，文章的章啊，是从这个隶书竹简去变过去的，啊，我们可以称为叫草简，然后再变成我们后来的章草，章草呢才变成金草，这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啊，所以是从隶书变化而来，那这个隶书呢是从篆书变化而来，各位都知道这一段啊汉字的演变史大概。是确定的哈，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当然还有分化啊，分化之后，
就我们碰到会再讲。之前有讲过因为的因，因为因在分化上，它从转速变过去，就变成大的。倒立数变过去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弓，有时候会加这一边，啊，这些都是受转跟力影响，然后产生不同的一些字形，这样。我们可以说从形体学可以看到那些变化的源头，没啥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说草书，你看有这种形，这种形明明是很像竹简，可是呢，它把它草化了，啊，刚刚。是春芳人说，他从来没看过，是不是？从来没有上过这个字。说没看过，是谁？是秀美，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字。那是后面那是一点还是？这个有一个点，有一个。我推测应该是轻轻一点的拉过，要不然就是写的是中间有纤维，它断掉了。但无论要不要那一点，都可以感知到它目的就是要写人类的手，啊，去抓那个毒蝎子的 尾巴抓的那个形式的感觉，这样，啊，就是为了做这个感觉。好，那后来变成这样，就是他把蝎子的那个身体啊，还是作为一个缠绕的一个圆弧形的简化作用，然后慢慢变成章草，章草就是变成一个草字头，再一个木头的木，啊，然后后来就把它不要拉出去，因为拉出去就是一个隶书的一个燕尾嘛。我们不要再把它逆拉回来，就变成现在所经常看到的草，的这个万字啊，上面变成草字头，所以这四个字的万，我觉得你们都可以作为一个啊很相应很大的类型，啊来可以练习，至少把这四个万字背起来，至少把这四个万字背起来，因为这个形跟这个形，这前面三个形老师也比较少用，啊我曾经写过。一次这个几乎没在用，这个也没有机会用，因为以前并不知道，啊，这样也可以当草书。我们现在慢慢越来越多，啊，写字写到很多遍之后，慢慢觉得说，其实很多字它也可以一起在用着，而不是绝对草是草，转就转，立就立，啊，竹简就竹简，它是可以为你而用，它是材料嘛，你对材料的运用不要有那么强烈的限制，就好像。当年王献之，他可以把楷、行、草、隶放在同一张作品里面而不违和，那么创造了他自己，人家说叫做杂体书的一个风气，啊，他是指标性的人物，王献之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启发啦，啊，所以这些造型其实已经给我们启发，带隶书的，对不对？那他也没关系，这甚至带隶书就楷啦。带隶楷的，啊，然后带一点这个章隶书的，更严重的隶书的，准确隶书，啊，然后都有，然后连绵的草也都有。它主要的目标是说，蝎子很会生嘛，一胎可以生近百只，一胎可以生近百只。人类，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人po照片，就比较新的，说他生了16个。16个对不对？17个，哦，po了个照片，一个孕妇妈妈，那肚子侧面这么大，啊，然后成功的生下17个，17个也不得了，啊，但是早期的我们的记录都是10个以内，啊，两胞胎啊，三胞胎，了不起三胞胎，极少有能够突破到，两位数的，对不对？所以毒蝎子一胎能够生近百只，百只是三位数嘛，那可以知道跟人类比，它真的，生育能力实在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就借作为数词万，这是借用的，就是以文字学来讲，它是假借字，从万这个毒蝎子假借来当做数词万，这样可以吧？这应该容易理解。然后老师用到的成语有鹏程万里、气象万千。鹏程万里大家也熟，应该是来自于庄子，啊，庄子里面在谈，啊，这种这个海里面的，啊，海里面的这个鳟鱼，啊，然后他呢不想在海里面，他决定了要幻化成大鹏鸟，这样，然后借着风高飞，啊，然后这个几乎就是
同城呢，万里，等于说他这个万里就是来告诉我们说，他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来借着一种精神的想象，来达到一种无限可能的一种状态，啊，精神自由。所以庄子就在告诉我们，人类其实在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啊，尽管他生活形态上没办法，但他最终希望是精神自由。同城万里代表了我们有很好的前程，超过你原来的想象，啊，气象万千当然就是指气象恢宏丰富变化。然后第二个是静这个字，静这个